第十八题，呈上题，配影在第四次实验到了60立方公分的液体，是推算实验记录表中 x 的数值因为多少公克？这仍然是表格的处理，我们还是为它搭起友谊的桥梁。我们这里看到它每增加10立方公分会增加6公克，每增加10立方公分会增加6公克。 这里增加了30立方公分，是我们10的3倍，所以这个6呢也会增加变成3倍，会多18。那么原来有32，又多了18克，所以这样算出来是50。所以呢，第18题问我们说，请推算实验记录簿中 x 的数值因为多少公克？我们答案呢选择的是 C 50克。